好了，咱们来看小孩这边的话，是首发麦卓，中间是真可离的，手里一个猴子还不错，这个阵容给他的还是可以的。大口的是首发，也是用继续用草提金。咱们来看这把宇宙草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亮点。小乔清水在重拳接七柱改，王咬三段虎扑下，麦卓应该说没有机会了。影跳，清水打点太高。OK， 咱们来看这场比赛。欢迎好运天成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这边。我们现在看到本场比赛来自于小孩这一段大口，真可里斯是小孩的主力了，还有一个猴子手底。大口现在首发已经干掉他的接近。哦哟，来了三连清泉，马上确认啊，不是三连，三连个清空军确认，草杀无视。那么再来一个光咬三段。实战证明，我才是宇宙草，刚才那只是一个意外。好吧，宇宙草现在没了吗？清泉风跳，果不其然，对风跳，前冲光咬，在高点相杀了一波，血量太少，没有支持住。八神前冲葵花，哇，这葵花抖护吧，现在众所梦弹，接葵花三段。现在小孩猴子还有半血。我去，又是失误了，口地啊，怎么全是失误呀？想骗大口出能量反击，继续看啊，非常精彩的大门对战草提金。很多人说这个小孩的大门是水门，你觉得是水门？水不水？打完就知道了。宇宙草再次面对大门五郎，奈罗洛压起身，小条精腿压逆向。头上风取消地雷阵，那么后跳奈罗洛，哇，四四奈罗洛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难用的一个操作了。咱们看这边怎么办，不要再说小人水门了，你看水门已经把对方的小草干掉了，中间也是马上去掉半血了，六个的血量没有了，谁再说小孩是水门，谁还敢说这是水门吗？塔库玛，真克里斯手底，我去，血量上来说，小孩在一个绝对的优势啊，并他是第二个人，地面第二人八神血量还有三个多的血量，我去，被对方穿波了，哎呀，不要着急，小孩，下边雷猛弹葵花三段，六连之后，小孩的血量还有三个不到。没了吗？晕了，晕了！血风抓过来，再给花打。感谢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兄弟的战榜支持啊！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真克里斯是小孩的主力了，有这个主力在手。小孩不慌，毕竟对方的八神只剩下一个重攻击的血量，一个 CD， 一个重腿，一个滑铲都可以解决他，随便什么招都可以。好的，怎么样？克里斯的一个得体战，利用克里斯的强制小乔 CD， 能不能压制住小大口的起身？小乔 D， 小乔 D， 血量上来说，小孩在一个优势。没关系，稳住，大口的血量比他还是少了很多，少了两个中间，两期资源。哟，刚才没有确认下百妖拳，大口现在有点危险了，小孩不跟跳压，下 B 下 A， 前 A 之后跟上一个暗黑大腿，直接收个大口又一个 B。